我们敬礼传承祖师，敬礼了明和尚，敬礼沙迦正空上师，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，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。我们敬礼坛城三宝，敬礼今天护摩的祖尊南方翠微世界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。师母丹增嘎措图登悉地，各位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堂主，以及各位同门，还有网络上的同门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愛してる。愛してる。シャランエ。シャランエ。オーラアミコ。オーラアミコ。ケケロムチョ。ケケロムチョ。すごいん。すごいん。一番。一番。気持ちいい。気持ちいい。ジュミ。ジュミ。ヤピ。ヤピ。プリンプリン。プリンプリン。こんにちは。那现在呢，通知大家，下个礼拜天12月12日下午3点 PM 是十人金刚护摩法会。哦，这一尊十人金刚是藏密当中啊，西藏密宗里面呢，这个四教共同尊崇，红黄白花共同尊崇啊，十轮金刚。那么十轮法，也就是也可以这样子讲。他是香巴拉国，就是啊，香巴拉国本身来里面共同在修行的一个很大的法，很大的法，它也是藏密里面的最尊崇的这十轮金刚法会。每一次做十轮金刚法会的时候啊，大概也有才有几个人，最大的佛佛才在做十轮金刚法会，像那个达赖、班禅啊，他们做过十轮金刚法会。我知道这个卡鲁仁波切、贡唐昌也做过十轮金刚法会。那么其他的十轮金刚法会，这个在一般来讲，在中土汉人之中，我还不知道有谁做十轮金刚法会。所以这尊是甚为稀有，非常稀有的，可以讲它也是藏密的五大金刚法
啊，五大金刚法之一。五大金刚法就是可以讲十轮金刚、大威德金刚、喜金刚、圣乐金刚、密集金刚，还有时候藏密也这样子算，这个喜金刚、圣乐金刚、密集金刚、大威德金刚、大幻化网金刚，也有这样子讲五大金刚法是这五大。那么十轮金刚法四教共同尊崇，你碰到十轮金刚法啊，很少有，很少有跟十轮金刚结缘，它是它的意义在哪里？时间的巨轮，时间的巨轮，时间的巨是一个轮，巨轮它走过了，摧毁了一切，有点像我们那个啊，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说的，时间的巨轮能够摧毁一切，没有一件东西能够在十轮金刚的十轮里面不被摧毁的。所以十轮金刚其实 Om Ha Kamala Varaya Soha Om Ha Kamala Varaya Soha， 这十个字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个字就代表十轮他的咒语。他的意义是在这里的，这个讲起来就等于跟金刚经是差不多的，这个含义在里面。这一尊呢是释迦牟尼佛在灵山的时候化身为十轮金刚，到南方吉祥米巨塔显化给香巴拉的国王叶贤，叶贤把十轮金刚带进香巴拉国，所以也是佛陀本身显化为十轮金刚到吉祥米巨塔，把十轮金刚法传给叶贤国王，叶贤国王带进香巴拉国。所以非常重要的一尊。有人问我，为什么师尊不再叫人家住持啊，不再叫所有的这个正活中的弟子要取这一尊，或者主持每一尊，因为是疫情时期，疫情时期，各行各业都在萎缩，你们能主持的就尽量主持。不能主持的做功德主也可以，做功德主也可以，有能力主持的就尽量主持，没有能力主持的就做功德主。这是讲下个礼拜的父母十轮金刚
你在现在来讲，密教上师能够做十轮金刚法的，在藏地全部都是大活佛。在中土就只有一个卢师尊，不过别人有没有做我是不知道了，但是我们做十轮金刚的这个传法，今天我们做地藏王菩萨的法，我刚刚讲了，以西藏，他持着西藏，正开地狱之门，以光明珠，偏照六道众生所有的业障消除，以谛听知天下大小事，以他的五佛，地藏菩萨的五佛，接引所有的众生去成就，然后到净土。地藏菩萨是接续释迦牟尼佛的传承，因为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有护属人天品，就是把天人六道众生全部附属给地藏菩萨。那么他的这个密号是悲愿金刚、疑愿金刚。那他有很多的身，在十轮金刚、十轮金中啊，地藏菩萨十轮金中，他显现很多的身，包括从佛身到阎罗王身，它都是它的显现，一样跟观世音菩萨一样，千处祈求千处现。所以地藏王菩萨也是卢师尊的一个本尊啊，卢师尊的一个本尊。当初的时候啊，有三尊出现在我眼前，第一尊是瑶池金母，第二尊是阿弥陀佛，第三尊就是地藏王菩萨。最后啊，就是看到天地，就是那个所谓的第四天。那师尊的誓愿呢，一样有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粉身脆骨度众生。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的精神。那慈悲喜舍是观世音菩萨的愿啊，也是密教所有的弟子的愿。喜呢，给他人快乐，给他人快乐不一定给自己快乐，自己不求快乐，给他人快乐，拔除他人的痛苦，除掉他人痛苦，自己的痛苦不一定要除。那么喜呢，就是有恒心
有恒心的这样子无为而为的做，舍呢就是平等，不舍一个众生，平等不舍一个众生啊，牺牲自己啊，这是地藏菩萨的伟大的地方。啊，讲一个笑话啊，小明驾照一年考三次都没有通过，第一次路考撞了路边的人家的脚踏车，第二次路考撞了路边人家的摩托车，第三次路考撞到路边的人家的这个汽车。教练看到小明垂头丧气，就安慰小明，你开车的技术确实没有进步，不过你的眼光却进步因为创造的东西呀、一次比一次值钱这个也算是安慰啊。妈妈拿一件新衣服问小明，这个妈咪穿这一件好看吗？小明讲，这件衣服好看，好看，但是呢，你的肉太多，腿太粗，腰太胖，就穿上了就不好看了。妈妈讲，从今天开始全家都吃素有一个阿嬷带着孙女到诊所，这个中医诊所了。那中医师呢，对漂亮的孙女讲，要解开衣服。阿嬷说，不是啦，这个医生，我才是病人。医生说，是吗？那么只有伸出舌头就可以了好，我们进入你问我答。马来西亚莲花陈华问的，顶礼至尊根本传承上师莲生活佛，师佛文集中提及光明真言，可以超度及利益无形众生。对，光明真言啊，光明真言是可以。弟子想请问，如何观修即念光明真言来加持清净的沙土？他要问，如何观修即念光明真言来加持清净沙土？啊，他有三个问题。第二个，师尊在咒的魔力里面写道，书写光明真言在房子上，然后放入符中，是否应在符水里才使用？书写过的光明真言咒日房子，若是在陆地坟墓，则加持沙土撒在坟头即可。第三，若实想利益骨灰塔里的众生，又该怎么撒光明真言的咒沙呢？啊，谢谢，感恩师佛。
他用光明真言来做超度啊，跟利益无形的众生，光明真言有这样子的功用。如何观修即念光明真言来加持清净沙土？你念光明真言就可以了。念光明真言啊，念光明真言加持清净沙土。加持方面，你如果呀有气的力量，用你的气来加持，你如果有本尊，就用你的本尊来加持，那你念完光明真言以后，请你的本尊来加持光明就可以了。一般来讲，你有气，像师尊在加持符呢，我在加持符是这样子的，这个符哪来啊？有一件事实我跟你讲，跟大家讲，这个昨天晚上师母拿了三道符啊，回到这个南山雅舍，我一直跟他讲，你一定要吃这个符，因为他有时候半夜睡觉然后会醒过来要上厕所，那年纪稍微大一点，当然膀胱就无力，有很多人年纪大的人都穿这个尿片啊，跟 baby 一样，因为老了就跟小孩子一样了，跟 baby 一样，就是要穿尿片。然后我就拿了三道符，你一定要请这三道符。师母就拿了三道符啊，昨天晚上回去我就加持那个符啊，怎么加持呢？就这样子啊，按了加持，怎么加持？对着那个符，我就加持了啊。你们有听到声音吗？那力量很大，加持这个符给他以后啊，他昨天晚上要试，还故意试那个符的威力，多喝两碗水，要睡觉以前多喝两碗水，还吃了一碗绿豆汤。啊，绿豆汤是做什么的？利尿的，冷的东西耶。多喝两碗水，还吃了一碗绿豆汤，然后才去睡觉。平时没有这样子的，他一看我加持符，他就这样考验这个符的力量，要等于是要考验我。结果呢，他一躺下到天亮，连起来都没起来。恢复正常，连醒过，他每一天晚上都要醒过来，要上厕所的，而且上厕所有时候还来不及呢。其实他那一段路很小的，他一起床旁边就是，一进去就是他的那个好像说洗手浴室，然后就是厕所，他旁边就是，我还很远，我睡的地方要起来还要走啊，经过我的那个沙发椅还走一段路，
啊，才转弯，才进到那个这个我的厕，我自己用的这个厕所，再走回来，差不多都醒了。所以这个加持的力量很有用的，你有气的加持在你念完光明真言，然后再加持撒那个沙在坟头，这是帮助这个幽冥众生用的啊，撒那个沙是帮助幽冥众生。一般来讲，你这个或者是用米也可以做清净，用盐跟米都是做清净用。你念光明真言一样有光明，那你撒沙在坟头是帮助加持，就是用气加持。不然呢，你就请本尊那观想他的光明，本尊的光明跟你咒的光明合一，去加持土，加持你都可以的。对，这是清净沙土盐米跟沙啊，在一般在旷野就用这个坟头帮助这个幽冥众生是可以的。放入符中，当然就是加持符里面的生物，还有符里面的幽冥众，符水里面也一样有幽冥众。把光明真言写在房子上，然后放入符中，是因为符水里才使用啊，书写过的光明真言咒日房子，没错，就是在陆地坟墓则加持沙土撒在坟头即可。是的，本来就是这样子嘛，啊，本来这样子。那湖水中的咒日房子啊，放入符中是可以的，这个都是有帮助的。那么他想到利益这个骨灰塔里的众生，又该怎么撒呢？光明真言的咒沙呢？这个在塔里面，你可以撒在塔的外面，撒在塔的外面就可以了。以这个光明真言的你清净的沙，撒在塔的外面。里面的幽灵都得到受益，都得到受益。这个撒这个咒沙，你如果想要用咒沙来好灵骨塔，在外面灵骨塔的外面向着灵骨塔撒沙也是可以的，也是可以的。撒米也是可以的，撒盐也是可以的。这是藏密的里面啊，西藏密宗里面跟日本东密里面他们用的方法都是可以的。那昨天晚上刚好我加持了这个符给他，有三用了，共用了三张，现在才用了第一张啊。师母有很多的灵验，他有一阵时间睡眠很短，大概只有三个小时，那只要加持了睡眠符给他，他就变成 double， 就睡了六个小时。所以对符对他来讲很有用，很有用，对师母来讲是很有用。第二个问题，台湾
莲花四贤问的，顶礼师佛，师尊好，你在文集第51册有篇爱染明王金刚敬爱法里面提到，世间的男子若其心中欲得女子时，可写一词字放在明王的手中，如果男女子心中欲得男子，则可写一雄字交此明王手中，则可以如意。这个祈求方法甚为简易，道场也有爱染明王金身，但不知除了雌雄两字之外，要不要写自己名字，要放在明王的右手左手还是哪只手？有何注意事项？可否请师佛慈悲详细讲解此法，以利益年轻未婚的师兄师姐，感谢师尊。他心底很好。这个敬爱法啊，欲得女子写一词字，欲得男子写一雄字，要不要写名字呢？我们看一下原文啊。这里没有原文，那我自己想。爱染明王金刚敬爱法，好，我们有两尊这个敬爱尊哈，一个是爱染明王，一个是咕噜咕噜，爱染明王，一个是爱染明王，一个是咕噜咕噜。爱染明王在哪地方传的？在香港哦。在香港，是那个莲灯上师主持的嘛？上次莲灯上师主持的时候，他准备的稿非常的多，然后一直念，那么他的这个牵手啊，莲妙上师一直上前跟他讲，可以停了，应该要停了。讲一次，他说没办法停，因为我搞那么长，没有讲完。然后他又一继续讲，然后林妙上师又第二次上前跟他讲，应该停了，说没办法停，因为，然后一直讲到最后，剩下几分钟给我讲，其他的都是他讲。我觉得啊，很多事情呢、啊，你祈求爱染明王，这已经你写了一个词字，难道名字你不会跟爱染明王讲吗？难道你不需要供养吗？你不能那个很就写一个词字，就放在爱染明王的手？哪一只手问的是他问哪一只手啊？不用男左女右啦，哪一只手都可以啦。啊，折的小一点放上去，那其他的你供养爱染明王，然后跟他祈祷就可以啦。你就念嘛，念你那个女方的名字就可以了。
像男的啊，这个欲求女的，那你写一个词字啊，写一个词，你的那个词字，然后放在手上，然后念，念他的对方的名字，念你的祈求，然后献上供养，就是这样子，哪一只手都可以，不要把它太复杂化。你说放在手指，那你又想出题目出来，放在大拇指呢，二拇指呢，三拇指呢，或在哪个指头的中央，不用想那么多。啊，你又会提出问题，哪一个时间是早上呢，是中午呢，是晚上呢，是半夜呢，是没有人看到呢，问题很多的。那个字的大小呢，字的颜色呢，字的颜色呢，纸张是要用什么黄纸、白纸、黑纸，我给你这样子一问哦，就没完没了。你有诚心，佛有感应，你诚心的跟他祈求，念你希冀的这个女子的姓名，念你希冀的男子的姓名，然后折好纸就放在他手上，然后献上供养，你不要马马虎虎的，连供养都没有，对不对？爱的明王他也不是天天坐在那里啊，你一供养他有感应，他就来了。那你心念爱染明王的咒，这个 home 擦之 home 热 home 擦之 home 热，就是那时候是十方同修会的常仁上师主持的，他用那个，我记得好像很清楚，他用那个叫很多的人排班出来，用吉他的轰擦之轰热轰擦之轰热，然后这吉他轰擦之轰热轰擦之轰热，就是这样子出现的。啊，要不要写自己名字？你在爱染明王面前，爱染明王认得你，要左手还右手都可以。啊，或者你问的太多了，那个爱染明王那个手，我不是刚才讲了吗？要放在哪一个指头的中间？所以不用这样子哈。详细讲解此法，以利益未年轻未婚的师兄师姐。啊，感谢师尊。不过很多的敬爱法是有的，佛法也有，佛的方法也有。啊，佛的用佛的方法也有。这个比较一点的就是没你自来福，没你自来，没你自来，没你自来福，化了，让那个没你从那个你烧成灰啊，放在没你经常走过的地方，让他的走过去，那一道符化成灰，那个符灰让它走过去就好了。以前我们在听过有一个这个法师啊，他画美女自来符，然后放在那个
那个没你要走过的地方放了，没想到是一只母猪走过，母猪啊，那个母猪哦，天天晚上哦就跑到他的这个寝室门口，就儿儿，砰砰砰砰，天天跑进他的房间这样子叫啊。老婆问老公，老公在看电视。老婆问：“新的病毒要怎么念？”老公忙着看电视，不耐烦的讲，随口就回说：“我没空。”结果老婆很开心，我记住了，“我没空，我没空。”有一个酒鬼啊，到这个洋酒公司去应征。这个酒鬼很厉害，他能够品酒十几种的，他都能眼睛闭起来，然后蒙起来，能准确的说出酒的年份及度数，酒精的度数。现场的面试官无不非常的震惊。后来经理啊向李秘书使了一个眼色，李秘书出了会议室约五分钟以后回来，把他的一尿抵了上来。这酒鬼就敞了一口以后讲：“这是女生，女性，23岁，怀孕2个月。”这个时候啊，全场鸦雀无声。酒鬼以为自己应征已经失败，很愤怒的讲：“如果得不到这份工作，我就把孩子他爹说出来。”在场的各部门主管异口同声的讲：“你被录取了。”啊，不要讲出来才好，讲出来就完了。这时候啊，我讲《金刚经》了啊，须菩提，白佛言：“稀有世尊，佛说如是甚深经典。”我从昔来所得慧眼，未曾得闻如是之经。世尊，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信心清净，即生实相。当知世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。啊，我稍微谈一下哈，这个重点在哪里？须菩提问佛：“稀有世尊，佛说如是甚深经典，我从昔以来所得慧眼，未曾得闻如是之经。师尊，得闻是经，我讲到这里就好了。”也就是须菩提讲，他很早他就得到慧眼，须菩提很早就得到慧眼，但是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深的经典。金刚经的确是非常甚深的经典。为什么甚深呢？
啊，为什么讲《金刚经》非常的深？我讲了一个，我跟达赖喇嘛对话，我讲《金刚经》，我跟他讲《金刚经》，我跟达赖喇嘛讲《金刚经》，那达赖喇嘛跟我讲，问我什么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如何解呢？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这如何解呢？我答的是双印，色空双印，色空双印。达赖喇嘛回答两个字，自然。啊，我跟达赖喇嘛见面半个小时，那么我们两个讨论经典的问题，全部在讨论经典的问题，不牵涉到什么政治啊，什么那些玩意儿，我们是不谈。我是宗教人，我只是跟他谈这个佛法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怎么解？我说双印，色空双印。达赖喇嘛讲自然两个字，自然双印是，也就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这两样其实中双印就是佛陀所讲的中道，中道并没有离开色，也并没有离开空，两个互相融合在一起的，只是双印。达赖喇嘛讲自然，自然就是说，看到色就是色了，看到空就是空了，他的意思是这样子。其实自然双印我觉得也差不了多少啊，相差便不是很多了，两个人算起来是旗鼓相当啊，旗鼓相当，一个讲旗，一个讲鼓啊，其实是旗鼓相当。西菩提讲哦，这是甚深经典，非常深的，非常深的经典。我讲了为什么是甚深经典，你如果了解了《金刚经》，去实践了，你就可以成佛，你可以消除你所有的业，所有的业全部都在这里消除掉，没有生之因，因为无我相，你既然无我了，你还造什么业呢？没有业了，所有的业障全部没有了，无我无人。我问你啊，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啦，月球上有善恶吗？
请问你在月球上有善恶吗？没有，是正确的答案。月球上什么都没有，既然是没有，哪有还什么善，什么是恶？没有，月球上没有生物啊，没有人啊，哪里来的善恶？没有腐霸尸相后把塞清，没有啊。甚至那里 COVID-19 也不会传播到那里啊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传播啊。连细菌都没有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啊？没有啊。既然没有善，善因善恶，没有恶言，没有善言，没有什么这个因，没有这个因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个就是深深经典。你从来没有想过的，没有生之因，没有死之因，生死由哪里来？由业障来。因为你有业障才有生死，没有业障不会有生死，没有恶业你没有生之因，没有善业你没有生之因，没有善恶业你根本没有生之因，没有死之果，没有善恶，哪里来的生死啊？没有生死，哪里来的六道轮回啊？全部解开了。佛陀讲的甚深经典就是这个重点，业不可以，不可思议啊，业不可思议啊，根本就没有业，这个时候才能够成就。你有善业升天啊，你有恶业下三途啊，你不善不恶就变成人啊，你有修行，但是你有嫉妒有吃醋，你就是阿修罗。你喜欢斗争，你就是阿修罗啊。这都是 有因有果，有因有果的因果，不可思议啊，业不可思议啊。这个业甚深经典就是讲的是业。须菩提得到慧眼，很简单讲一句，人只有一个肉眼看到有形的，就是肉眼。师母有一个鹰眼，他不但有肉眼还有鹰眼，他可以看到鹰眼，看到鬼神，他还有鹰眼，他看到师尊。有一天晚上他看到师尊，哦，你变了。我说变什么？你是变成怪物。他说我变成怪物。我说头上长角吗？没有。他说脸，你的脸上有五个眼睛，五个眼啊，天哪，我们人只有两个眼，他把我看成五个眼，中间一个眼，这边一个眼，底下一个眼，五眼就变成怪物了。为什么是五眼？很简单呐、啊，肉眼、天眼、法眼、慧眼、佛眼，是无眼啊。我说你看得很准，因为释迦牟尼佛把我叫上了那个色究竟天，他给我包颁奖，在所有佛菩萨都看着我，所有的佛跟菩萨，好多菩萨在那里，
都看着我，释迦牟尼佛给我颁奖，我把那个红色的布一层一层的打开，里面有五个眼睛呢。这五个眼睛竟然飞到我的脸上，变成五个眼呢。那前天才飞上我的脸，你今天你就看到我的脸上有五个眼，哇，这个真的，师母看到我脸上有五个眼呢，她蛮厉害的，那还看到我五个眼。悉菩提，他早就得到慧眼，你看嘛，早就得到的慧眼。从来没有听过如此之经，他们从来没有听过《金刚经》这种经典，他没有听过，从来没有听过。释迦牟尼佛讲《金刚经》的时候啊，很多的弟子都在当场都有听到。讲《金刚经》能够信解而能够知道，这个重点就是在什么业都没有做，无我相。既然无我了，哪里还做什么善业恶业？你做善业也是无我去做，不意求善果，这叫无为。这个就是无为。我们做善业啊，师尊讲经说法也是无为。我讲了，我并没有要求你们说你们就要依照我讲的经典这样子去做，我有所期望。我常讲一句话，没有期望就不会有失望。我根本就不想得到中乐透奖，我不会失望，因为你没有期望。无为无为，这个无为而为就是这样子。我不想得到什么，但是我去做了，这是无为法。这个就是无为法，无我相就懂得无为法。没有善之因，没有恶之因，所以六祖慧能讲很简单的一句话，不思善不思恶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不思善不思恶，你没有去想善，这我做的是善事，不思恶，连恶的他也不去想，善的他也不去想，就是讲业啊。六祖慧能讲不思善不思恶，听得懂的就懂了、啊、你没有造业，月球上造什么业啊？月球上也没有善也没有恶啊，造什么业？无我那里啊，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。我讲这个举这个例子最清楚了，在月球上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，业是什么？月球上有什么业？没有啊。你能不能学到这样子？无善无恶，没有善的业，你如果没有这个，就是甚深经典，就是悉菩提得到的所有的很多的智慧。什么是肉眼呢？我们讲
他的西布里得到慧眼，肉眼只是看到有形象的，就是肉眼。什么是天眼呢？看的眼，能够看到诸天，看到异界天，看到色界天，看到无色界天，这个就是天眼，看到神，看到天，看到天人，这个就是天眼。什么是华严呢？你懂得佛法，所有一切的法，你都明清楚明白，能够了解，就是华严。什么慧眼呢？慧眼说一切知智，一切的智慧你都明白，一切的智慧你都明白。什么是佛眼呢？了解了深深的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，那就是佛眼了。那个就是佛眼，包含的五智，像法界体性智、法界体性智啊、成所作智、大圆净智、妙观察智、平等性智，所有一切的智慧你都明白，包括了《金刚经》里面的金王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金王，那个就是佛眼。而且你实践了，你的心呢、能不能像月亮一样空了一切，空了一切？那就是极灭了，灭了，极灭了什么？极灭了所有的业，生死没有生死，所以这个那个圣严法师他的这个偈，到最后那四个字：生死皆可飘。生死皆可抛啊！生死皆可抛，他的偈就是生死皆可。最后那一句，我就讲那一句，表示他还有生死可以拿出来抛掉，这不对了。你懂得《金刚经》的人就知道，无生死可抛，没有生死可抛。你还有生死可抛，可见你就是人吧，你有我相才有生死啊，有我相才有生死啊。你如果悟到金刚经的无生死可抛，我跟他改的，他死掉的那个记啊，是在他死前4年前他就写好准备了那个记，等到4年后他死掉是拿给世人看的，结果还是有缺点，生死皆可抛，表示你还有生死可以抛掉，那表示你还是有我相。如果我写记啊，我只有三个字，无干涉。什么叫无干涉？什么东西都跟我无关，没有干涉，就空无一切啊，就是月球表月球啦，连人都没有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无干涉。我跟众生没有什么关系，我跟我没有关系，
我跟人没有关系，我跟众生没有关系，我跟长寿短寿都没有关系。这个就是无眼。悉菩提得到慧眼，还没有听过这个经典，你看嘛，他这次才听到。我从昔来所得慧眼，未曾得闻如是之经。他得到，已经得到慧眼了，还不知道有这个经典。所以这个经典《金刚经》是摧毁一切的经典。我讲过了嘛，这个有一个小学生作文，有一天呢，我妈妈告诉我，亲嘴就会怀孕。有一次，我小的时候我以为牵手就会怀孕，结果这个小朋友的妈妈告诉他，亲嘴就会怀孕。有一次我在吃东西，我家的小狗跑过来，不小心亲到我的嘴。过了三个月，我家的这个狗啊，就生下了这个小狗。那时候我心里暗暗发誓，只要我有一口吃的，就不会饿了他们。老师的评语是这样子，写得不错，很有责任感。乔遇到很久没有见的老朋友，老同学，好久不见，近来可好？工作跟家庭都 OK 吧？这个他的男同学回答，没问题啦，不过就是犯了几个丈母娘而已。哇，他的同学很惊讶，你真神啊，很佩服你耶。男同学回答，没有啦，是我业父厉害。有一天下课，很英俊的男老师叫住了这个英英，这男老师口气很温柔的看着他，老师讲，这位同学，你今天晚上有事吗？英英讲，没有。英英很害臊。男老师讲，那你晚上早点睡哦，因为我看到你每节都在打瞌睡。老师上课的时候叫小明起来回答问题，要练练他的那个胆子。小明就弱弱的讲，老师我不会。老师讲，能不能像个男子汉？小明想了一下，终于他鼓起勇气，大力的拍桌子，大声的叫，老子不会。这是最新的老公制度，不对老婆耍酷，不让老婆吃醋，吵架要先让步，老婆揍我的时候我要挺得住，老公也有四德，三重四德，
老公有事的，老婆化妆要等得，老婆花钱要舍得，老婆发脾气要忍得，老婆生气要哄得，哄她，哄得，老公也有事的，我妈的便秘哄。